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小兰。最近我都是在忙于考试什么的，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做视频什么的。然后我现在回来了，先给你们说件事啊。这几天啊，凯文找我借了一条假面骑士的腰带。这个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本来我以为凯文他要用他要给我的假面骑士宣传一波的，没想到啊，这个死胖子啊居然用我的骑士腰带或者这把枪拍了一组自杀的画面，气得我当场就想把这个死胖子的头给拧下来，然后再炖个九九八十一天，不是开玩笑。然后呢，回到正题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妹子，她其实一点也不能假面骑士的。然后在拍照前呢，她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是她说，这个腰带很酷。然后等我示范了一些变身动作之后呢，这个妹子说很可以，很酷，很牛逼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就让我萌生了一些带她入坑或者看假面骑士的一些想法。其实从我做视频然后再到建立了这个假面骑士俱乐部之后呢，我就一直有这种分享假面骑士给别人的冲动啊。但是说起来惭愧，我之前就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假面骑士的，因为怎么说，你要带一些小白入坑啊，真的特别特别困难。第一，你得忍受别人那种难以形容的眼神，然后第二，好作品其实太多了，就我个人认为啊，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从哪一部下手，然后就算要推荐的话，你也不可能推荐昭和时代的假面骑士给他们看吧，就这种吗？不可能吧，就，然后除了那部假面骑士 Ghost 那部除外，然后还有小魔丸那一部的话就不打算吐槽了，吹爆伏魔就完事了。然后第三，我他妈都不知道可以拉谁去看，好吧？你们那些有拉我去看就行，你们那些有女朋友的，我呸！喂！柠檬真香还不行吗？你拉柠檬就可能行了，所以说拉人入坑的这种想法呢，一开始我是很拒绝的，这可能跟我的性格然后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，因为我是那种不是特别容易敞开心扉的，然后一旦敞开的话我就是全心全意嘛，然后就是怕受伤，
所以我想认真的给这个妹子安利一下的时候，没想到你就是喜欢人家，觉得人长得好看，没想到人家没有听，肯定不听，毕竟人家可能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腰带好玩嘛，给你点面，然后不多不说的是这个腰带确实确实好玩，挺好玩的，真的好玩，真的好玩，还有声音化，所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教科书式的案例。然后这个尴尬呢，我觉得这跟假面其实没有一点关系，只是这样说吧，你会在大街上就做一些假面骑士的变身动作吗？首先实话实说，我可能不会。对，凯文，你会做假面骑士变身动作吗？会啊。他说会啊。会啊。前提是什么？没有啥前提。没有啥前提，那我就定一个。假如这次不换掉，我走在大街上我就能做。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东西，别人看了只是觉得简直都是比较傻，也不会觉得我傻。天气。记住啊。就这次视频如果破了10000点击率的话，我们就做一期讲凯文变身了。现在说回来，实话实说，我偏心，我可能不会啊。你为啥不会啊？你为啥不会啊？我都会，我不看这玩意儿我都会，反正这东西啥也不是。首先，假面骑士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 IP 啊。我都没听过，然后也不像漫威的那种，对，就像优衣库啊，有跟漫威搞联名一个道理，别人会穿着印着钢铁侠或者绿巨人的短袖，卫衣，然后别人穿着的时候，他不会感到尴尬，对吧？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了，所以说，我想做一些改变，就。我想让假面骑士变成一个大 IP， 大 IP， 那战锤都能是大 IP 的 ，For the Emperor。就算我现在能力啊，做不到往全世界发展，以后也不行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操！杀人了！我也想尽自己所能啊，为假面骑士做出一份贡献，至少让我们这个店这个地方啊，让假面骑士就不是一种很尴尬的那个情况。哎，你们说尴尬说啥？困鸡，不会那么困鸡，就跟蔡徐坤的什么鸡你太美那种感觉一样的，就是那些女的嘛，然后就说：“哎呀，蔡徐坤，坤坤，就那种感觉，就很坤鸡，你知道吗？”然后你们在那里很信，就很坤鸡，就是一个道理。然后还怎样？还这样吧，那个好。然后你自己拿那个小枪。你们记住啊，你们记住啊，反正这次播放量破个10000的话，他就变身了哈。OK， 现在话又说回来啊。8000，虽然他这次拍的死胖子拍的，我觉得我拍挺好的，真的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哈，但是通过这些啊，带引号的双引号的艺术家啊，特指死胖子凯文啊，他让这个妹子觉得，这个腰带不让觉得，很好玩，然后做工很细致。你这是。我感觉确实也是花1000块钱买个 LV， 你的腰带也1000，好像你这个更值一点，你至少还能就是随便这样。所以呢，就算死胖子啊不尊重我的假面骑士啊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他找到了这个妹子啊，他
在这里认识人好像挺多的，然后要是这个妹子发了 ins 或者发了朋友圈的话，那么我就算是为假面骑士出一份力气了。哎，啊，你们想想啊，好像 North Face 都比你的枪明显呢，真的，这 North Face 识别率百分百呀，你这枪基本上和这衣服融为一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先无视掉他。你基本看不到你的枪。哎，你们想想，你们想想哈，要是有一个哪个靠谱的导演啊，看到这个妹子的 ins， 然后路过了我们店里，看到了这把枪啊，这种事儿不可能。然后导演就一拍大腿说：“这个好，我要就要这个腰带啊，然后我就要小兰当男主角去变身。”我的妈呀！别说我做白日梦啊，这是蝴蝶效应啊，兄弟们啊！还有啊，你们那些买了腰带啊，就收藏着的。然后，不是，你当主角，你跟那个女的，就那个穿黄战甲的女的，你跟她搭戏呗，是吧？是吧？哇，你好烦的。啊，还有啊，我刚刚说到啊，你们那些有腰带收藏着的，家里几十条的啊，我操，几十条啊！对啊，真的有啊，刚刚看到视频有啊，啊，真他妈有！记得去漫展当个腰带人啊，或者给你的朋友玩上一会儿。啥是腰带人？就浑身挂满了腰带，就身上，就腿上啊、胳膊上啊、腰上啊、脖子上啊、头上啊都带腰带了，那种野蛮的怎么？对啊。那其实家里有矿啊，给你朋友玩上一回你的腰带，这其实是变相给假面骑士做贡献或者推广宣传。所以啊，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，啊，没对到脚，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。你喝多了吧？我操！因为蝴蝶效应啊，它不是做一件事情或者做了一天的活就能出来的，而是永远的、永恒的远征。这是战锤 ，Eternal Crusade。惨了，我被他洗脑。For the Emperor。For the Emperor。好，然后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啊，然后喜欢。我的朋友们或者讨厌这个死胖子的朋友们呢，记得三连或者转发给你的朋友，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死胖子在大街上喊变身的场景。我肯定去。然后在这我也想说一声感谢一下我身边的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然后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然后我是小蓝啊，蓝色的蓝啊，这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